热点资讯，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爱。这两天，中航发与彩虹无人机联合官宣，签订了我国先进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的首个用户合同。新款彩虹轻转旋翼无人机将成为 AES-100 涡轴发动机的启动客户。说到轻转旋翼机，那典型代表当然就是美军的 V-22 鱼鹰系列。鱼鹰介于直升机与飞机之间，可以切换垂直起飞与常规飞行状态。我国的国防工业部门在对这个领域进行多年追踪之后，终于积攒了足够的技术储备，有了性能先进、满足需求的子系统，开始研制自己版本的鱼鹰类似物了，而且上手就选择了难度不低的无人机。在航发和飞控系统做到100%国产的同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当然，说这是中国版的鱼鹰，那也就是原理上比较相似而已。这个 AES-100 也就是个1000千瓦级涡轴而已，和直实上使用的涡轴9是一个水平。而鱼鹰上使用的罗罗 T406 涡轴发动机，单发就有4400至4600千瓦的输出。一台要顶 AES-100 四台还有余，当然功率的大小并不能作为先进性的指标。这个先进涡轴主要还是体现在结构设计、公重比、燃油效率以及可靠性等指标上。能设计出1000千瓦级先进涡轴，也体现出我国的直升机航发设计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次彩虹无人机出品的这个新装备，从体格上要比鱼鹰小了很多，差不多就是个比直十武装直升机略重6至7吨的小家伙而已，自然也不会承担与鱼鹰相同的人员装备运输等通用任务，主要还是作为一款武装无人机来使用。但是因为去掉了两个飞行员以及配套的装甲防护，再加上轻转旋翼机更好的气动特性，比起直十来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也会非常有市场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面前，传统的专用武直都有点旧时代余晖的意思了。在体量类似、动力相同的情况下，轻转旋翼机的航程要远比直升机大，载荷能力也要比直升机更好。换言之，就是这个同样采取两个1000千瓦级发动机的彩虹无人机，能比直十作战半径大一截，能挂的武器弹药数量也多一截，而同时轻转旋翼机的飞行速度也更快，事故率也更低更安全，意味着能比传统的武装直升机显著地提升战场进入的时效性以及安全性。而与察打一体的固定翼飞机比起来，轻转旋翼机也能形成不错的互补能力。虽然说航程与实用升限上固定翼无人机有优势，但是轻转翼飞机能垂直起降，不依赖机场保障设施，也就不牵扯空军与陆军的军种争端，是个很适合进入陆航旅服役，能更好地执行为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火力支持，替代武装直升机的飞机。当然，适合部署的另一个地方就是2栖攻击舰的甲板了，能够在对舰载武直1:1平替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任务半径和生存能力。美媒最近公开了一段发生于2017年8月5日的坠机画面，一架满载美海军陆战队成员的鱼鹰直升机正准备在绿湾号2栖船坞登陆舰上降落，可就在这架鱼鹰无限接近绿湾号的甲板时，机身突然严重倾斜并撞在了甲板上。当时站在甲板上围观鱼鹰降落的人员见状不妙，立刻四散逃跑。据悉，这场事故共造成3名陆战队成员死亡，23人不同程度的受伤。虽然说轻转旋翼机要比直升机原理上说更加安全，哪怕是现在看事故多发的鱼鹰，也要比同吨位水平的直升机安全上许多，但是从研发难度以及对各种子系统技术和可靠性的要求上说，又远不是直升机所能比的。双发直升机那总的来说就是两个发动机接入一个主减速器，由减速器驱动主旋翼和尾桨来控制飞行，双发出力不对称或者单发失效都不是什么会导致坠机的大问题。
所以当初没有电传飞控的年代也能做出不错的直升机来。而轻转旋翼机两台发动机在机翼两端各自独立运行，一旦双发出力不对称，就会有巨大的偏航力矩，单发失效就有不小的坠机风险。这一方面就对发动机的可靠性有非常高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失效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要能做出优秀的全权限数字控制系统，来精准地控制双发的出力平衡。而同时，轻转旋翼机对飞控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没有一个靠谱的控制率，轻转旋翼机连起飞都是个巨大的问题。现在彩虹无人机这种在我国的航空工业系统内算不上强大的主机厂，都能独立自主地做出轻转旋翼机的飞控来，做到可靠的姿态转换控制、舵面与安定面控制等等，也算是体现我们现在航空工业的总体实力已经突破自由王国后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水平了。我国在垂直起降战机领域也并不是一穷二白，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国就选用歼六战机作为研发基础，提出了利用高温燃气来推动四个升力风扇的方案，不过因为安全因素最终放弃。有人问，垂直起降飞机就是一个鸡肋，载弹量小，航程短，战斗力弱，以后的空战时代是无人机的时代和科技对战时代。075满载无人垂直起降飞机报表，要垂直起降战机有何用？就算垂直起降造成航程短，但是战力也比搭载直升机强 N 倍。技术是进步的，现在不准备，等到美国的垂直起降技术更加完善的时候，再研发就迟了。此前，日本朝日新闻称，中国的首架垂直起降战机歼-18已经研制成功，并在东北某秘密军事基地顺利试飞。该机同时还有着出色的超音速巡航能力，根据任务不同，可分为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美国防务新闻报道了该机的超隐身特性，说它安装有激光主动相控阵雷达、内置武器舱以及两个大推力矢量发动机。 G18 第二次试飞在沈阳空军基地由中国特级试飞员王国林试飞，试飞试验按原定计划飞到高空，然后加速到最大飞行速度，启动引擎冷却系统，实现完全隐身，并在高空连续做了包括眼镜蛇在内的十几个高难度动作，以躲避雷达锁定。重型战机的定位意味着歼-18拥有更大更重的机身，可以携带更多的燃油和导弹等武器，这样歼-18更多是依靠076或003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实现舰载起飞，即使在002、075上短距滑跃垂直起飞，消耗的燃油比例也会更小。双发动机的布局以及内置弹舱的隐身要求，决定了歼-18不可能再依赖歼-15那样的中央升力体和宽发动机兼具布局。航空工业主动曝光的前掠翼隐身机方案，很可能是歼-18设计方案的某种写照。歼-18既然需要折叠机翼的基本能力，以便缩短宽度，节省航母甲板和机库的空间，可变后掠翼可以帮助歼-18获得更好的低速状态操纵性，同时兼顾高速的超音速性能。如果是可变前掠翼，歼-18完全可以通过向前旋转的方式，将原本的前缘贴住机身，将原本的翼梢变成新的前缘，让旋转后的机翼重新成为后掠翼。这样，在近航母的起降和低速阶段，歼-18依靠前掠翼获得最佳的机动性能；在远航母的高速阶段，歼-18依靠旋转后的后掠翼实现最佳的超音速性能。关键在于，歼-18垂直起降的话，必然是矢量发动机，这本就具有极强的超机动能力。如果还有可变前掠翼的话，那歼-18的机动性将是天下无敌的存在。即使是可变后掠翼与矢量发动机的结合，也足以创造出最强舰载机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我们下次再会。